这不是比比东吗？就你也想和小五抢唐三吗？哼，看我给你设置的墙高不高，好几面墙，我看你怎么过关，还想去见唐三撞晕你。哼，哎呀，小五来了，小五，你看我给你设置的关卡简单吧。嘿，小五直接一个劈叉，小五是一字马女神，小五厉害吧？我可是听说现在喜欢小五的小可爱最多了，比祝祝千和宁荣荣加起来都多。现在的小可爱一看到小五妹妹的视频，都会给她鲜花棒棒糖什么的，还会进游戏里跟她一起玩。小五知道有这么多小可爱喜欢她，一定很高兴吧。小五她登上台阶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穿上几双高跟鞋。嘿，小五真高呀，一字马女神展示。小五滑行的往前，胜利就在眼前了，他很想唐三，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唐三哥哥了，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他。小五太厉害了，最后登上几步台阶，耶，到达终点，去见唐三哥